首先你们应该都有这个，我们这是原籍的这个土地开头书了，对不对哈？都有这个开头书了。那我想应该大家大概有看过那些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大概会稍微讲一下这几个主题的部分哈，包括呢就是第一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简报的范本。简报的范本。那么，其实呢，就是如果你平常，因为其实在简报中，是大家平常都有用到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很多课程啊，都是用到简报。那么，网络上呢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简报范本。微软当然也有很多简报范本，对吧？真用久了，我觉得怎么样？那赶快呢，一看就知道是微软的。好，那所以看了。建议的话，我们就是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找免费的资源。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图表的制作，因为其实如果你的，比如说你们的报告的内容，我们需要就是那些数据，你把数据弄出来、列出来，当然是一种方法。但是我想图表的部分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也会我们跟各位稍微提一下。那么免费的简报还有一些免费的图库，我们跟各位介绍。还有一个，其实各位你们在做这个简报里面，我先调查一下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用过某片？有吗？哈，某片你会做一个还是做两个？可不可以做三个以上？可以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其实你们如果要做比较方便的一个编辑的话，就像你要用某片，因为你会发现到你会某片的话就比较。你可以在修改上会比较容易。那么再来还有一个，因为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今天是没有带电脑来的，那么万一你用的电脑，好，就是你要简报电脑，但是你自己的厨房带着走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好，比如说视频的问题也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里面有一些插入一些档案的问题哈。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今天主题之后，我们先来看几个。这种简报的那个飞毛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看看西藏，好不好？来，西藏有人有去过吗？应该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来。哈哈哈！哎，西藏，我们介绍西藏了。你在中间可能是照片，对不对？那你来看看这样有什么不同？你看它前面，那这个呢，它都没有用到什么奇怪的那种特殊的东西，动画也不多，但是它透过这个编排的方式，让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样子，你可以详细内容当然是没发了哈，但是你可以发现有没有？目的一定是一个简报里面就一张照片，你有大有小，你可以透过阴影的方式去做处理。像这个地方，像这样的阴影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边框大家也都会，只是说你平常在用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用过不一样的排版的方式？因为我们有分好几种方式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新制作的方式给各位稍微看一下。那接下来你们下午会有新制作。对不对？他就是刚刚操作的对话，但是呢，原则上他还是有一个主轴，就是这样的形式都在，好，这样的形式都在哈，只是说照片的排列把它稍微稍作调整，好，稍作调整，让你每一个投影片在看的时候呢，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样子都 OK 吧，对哈，比较不一样的哈，那这个我就不用全部看完哈，这里有好多的我们逐一稍微看一下，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不再记这样的，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编排的方式稍微改变一下，等下简报的感觉就不会像微软的那么自制，因为我相信各位如果你常看简报，常看那种很自制的简报，你会觉得说哈有点辛苦哈 ，OK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一样的，我们来看看胡歌夫。嗯，
其实一般像你们如果像这种旅游类的，其实网络上应该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照片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稍微简单梳理一下。一般来说，其实我们简报就是有头有尾，通常会有个封面，哦，就是这样的开头。那么你看完了，哎，他把这个流程介绍一下。这个你们这样看，有，对不对？故意这样动动的，你有时候摆的角度，哎，或者说超过那个范围，事实上也是 OK 的哈。我自己在做简报的时候，我是比较少用动画，好，比较少用动画哈。那但是你还是可以加强哈，对，类似像这样，好 ，OK， 就是有关于西藏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哦，搞错了。同学有是王健林的，有吗？有喜欢王健林的棒球，好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他特别去做签名会的，哦，签名会的现场。那你看他地图找了一张跟他相关的，然后就是类似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里。这个是我们在那个，就是行政院第二专场，哦，他们那个同学参加多媒体网络班的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哈，你看一下，其实视频应该有点跑掉了哈。好，那他们其实都会把这些状况把它做一些分析，好，把一些网站的状况把它做一些分析，然后呢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在讲一个夜猫餐厅哦，那它原本的呢，它原本的网站是长这样的，他们要把它做改造，可以把它改成像这样子，好，把它改成像这样子，那么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跟它原本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？透过比较，对不对？之前的跟之后的，我们稍微比较一下，感觉就不一样。好，这个一样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事实上他们在呈现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哪一个？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有它的背景。好，但是版面不见得说一定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它会稍微再做一些，像这里有。好，所以你其实一个简报里面。就是我刚刚同学讲的，你如果会做模片，那你可以多做几个模片，就可以套用进去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喽。你看这边的比较不一样的来，这个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行政院二专场的。那么他们也是在做一个网站嘛，那个网站的话他也花，因为这位老师的话他是在做这个花的那个书，就是这种书那个植物的书，他要去拍摄啦，那他希望说他的网站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所以其实你们如果在看一本书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大纲嘛，你要怎么呈现？除了说很自式的按一二三四条列式的以外，事实上你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方法。当然，他们美工因为有上课，所以你学的会比较多。那如果说你的美工管理不是那么多的，其实也可以去找找哈，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小可爱的小工具，但是千万不要找用 EIS 的那一种，你要找原种叫做 PNG 的。等一下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哈，找 PNG 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这个一样哈，你可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。这样大概 OK 吧？好，所以它后面风格都是蛮接近的，好，蛮接近的哈。所以给各位简单看几个呢这样的一个网站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个，如果说各位应该可能都会有用过那个，像这个应该大家有看过吧？对，你们这一次的，好，陈老师心里有的，
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应该是这次的吧，好、哦，以前的，好、哦，以前做的那个范本，它吃的话，它比较强调就是文字出现的方法，好、哦，文字出现的方法，所以这个变化很单纯，好、哦，但是其实用文字也是一种呈现方式。差不多啊、哦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它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呢、哦，我们来看这里还有像这个，如果你用过阿多利的软体，他们教育训练这边也蛮多东西的哈、哦。这应该是我用阿多利的软体啊，这个下载啦，这个了，这一区啊，啊，用那个。之类的，但你可以发现就是说，哎，其实像他们一般，比如说那种微软的也好，或者是 Adobe 的，他们都会比较强调的是，他们通常都会做一些那种比较漂亮的背景，哈、哦，就针对这四个，我们做一个 slogan， 然后做像这样的一个流程图的动画。好，这个。类似的哈，好。那么我们给各位看过几个之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回头来看我们的简报的部分哈。你刚刚看过几个之后，那我首先要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其实简报不仅等于 PowerPoint， 对不对？因为事实上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做，包括只是说，因为大家比较习惯用这来做简报而已。就是你其实你的内容，你的内容真的简报也是一种多元，呈现多比较多的方式，你可能要去找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。因为微软的简报的那种呈现方式，如果你很知识化的，要当然做会比较不容易做出来哈。第二就是。哎，怎么讲？比较不容易，就是有一些图作表现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你们下午也会有两个小时的那个亲自图。那么其实我自己平常现在哈、哦，如果说我在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也会考虑用亲自图的方式，因为其实亲自图现在我们在思考方式上还蛮方便。那重点其实跟纸张写下来好像一样，只是它可以把你的过程记录下来。好，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我一般在使用，我是用一个叫做 Xmind 的这个软体，好、哦，这个软体。那这个呢，它有分免费的，一般我都是用那个不用安装的版本比较方便，就带在随身里面，我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。好、哦，那也许一般还有另外一个免费的叫 Streamlined， 好、哦、，Streamlined， 好、哦、，Streamlined， 也有这样的软体，好、哦，那。Xmind 是它提供的东西比较多哈，那么我们先稍微看一下，它反的就是像这样，好，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思考的逻辑、思考的过程，啊，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记录下来之后，其实这样我们要去做发想就比较容易哈。那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像这一种，上面这种我们称作就是心智图，啊，心智图。那么你看到右手边的这一种，这个就是鱼骨图。好、哦，一个图其实哪一种都没有关系啊，它反正有很多呈现方式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往下看一下，像这次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就找这个，你们这次有这本书嘛，对不对？真希望我20岁就懂的事，我也很希望我20岁懂多一点，因为现在已经多快一倍了，哈哈，啊，多快一倍了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，好，来，我把这个档案打开给各位看。
那我把它先收起来哈。OK，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哈，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哈，你如果说你要思考一下我该怎么做，你这本书来说哈，你这本书来说，我现在先进到这里面来。好，我往下这一层哈，把它展开。那么你假设用这一本书，你看到这个题目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一般我会先从这边来，先从这里。我们一般会先做所谓关键字的联想哈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呢，哈，专科里面，其实我的那个系所是视访啊，视觉反访，那所以他们会常常会有一些作品，那么他去思考。哦，今天有一个这样的题目，有一个主题的时候，你想要看的，哦，你会先想到什么？哦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希望我20岁就懂的事。那么你可以看看它这里面呢，包括了它有提到什么跟创业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有介绍，哎，有人有看过这本书吗？你们应该都有看过了吧？还是只是安内？好，那么开始啊，创意啊，对不对？它里面主要是跟未来规划，哎，甚至它有提到什么史丹佛，对不对？作者的话，它是跟这个史丹佛的一个线上学习有关的一个课程，好，这个那个计划主持人哦。那么他也提到了哦，你可能有提到想到过很多事情，你觉得不可能的，你如果先把它设定不可能的，那大概就真的就不可能哦。所以它里面呢，讲到你要怎么样把不可能化为可能啊，哦，还有启发力，还有你可以讲到什么，可以有一些人生的智慧啊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把它转化出来，甚至你讲到，哎，你还可以发想到它的理念，它教你怎么创业，那你可以联想回来我们中国的，对不对？老子、庄子啊、孟子啊、孙子兵法、三国啊，卡通也有三国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孙子兵法以前，反正这些哦都还蛮流行的嘛，哦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，像我们一般有些同学，其实如果你有在玩那个什么线上游戏的啊，很多有那都是有那个三国游戏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就会激发你想要去看一下那个历史，为什么是当初是这样，哦，而它的发展是如何？那所以你可以先想一下，我今天要介绍这样的书籍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去想到你要呈现的东西？好，我先思考好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再往下看。那你可以再看看，哎，每一本书都有什么？它的内容，对不对？有它的目录啊。它这里面提到的内容里面，哎，我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？再来就是，你如果看完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你可以先把它思考一下。那么思考完了，我们在最后再来看一下，你可以做一些延伸的阅读，延伸的阅读。因为事实上，我就有发现，他有提到史丹佛大学的线上开放课程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听过哈佛的线上课程？你有吗？没有啊。好，如果你觉得看英文的比较不容易，其实你还可以，因为像我以教学为主的话，我很会突然，我会想到说，哎，我还有很多学习的资源。那么在学习资源里面就包含很多哈，哦，你看像，比如说跟各位可能比较有关的高职生的话，大概在这边哈，职业训练网络大学校有没有人去过？没有，没有去过的。等一下我们给各位看一下，像我这个礼拜刚好去海山，好，去海山上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职业训练网络大学校。这个其实都是免费的哈，那么您可以看到这边在这里，好，怎么样？有电子类的，对不对？有电机类的，有机械类的，资讯类的比较多了哈，资讯类的也有。然后呢，商管、观光、家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跟我们职业
体系的会比较像、哦、如果说你可能要参加实习体系的，那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有很多，这些都是免费的语音课程，语音课程。所以呢，其实因为在我看在看那本书中，我就想到说，我们现在的这些学习的方法啊，事实上慢慢的会改变成什么数位学习。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呢、啊，事实上也可以讲到很多。那么这里呢，还有一个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，也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。因为这个网站呢，虽然看起来中小企业跟你好像没有任何关系，里面有很多这个里面有很多的，我们刚刚讲的语音课程也好，也有书单，也有演讲，好，所以其实你现在不用出门，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，对不对？除了玩游戏、打 MSN 啊，那 Facebook 之外啊，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哦。那么所以你看，一样金融就是知识学院，啊，资讯科技的这里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，还有这个有没有演讲厅？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子书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试着看过所谓的电子书？有没有？电子书的话，像这个上面呢，它跟我们图书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上面会有什么？会有那个就是像图书馆的借几本书哦，这个。你看，在这边哈，我把它切页，账号密码一下哈。好，你看一下。在这边的话，这本电子书你只能借六个小时，六个小时就要返了哈、哦。为什么？我先问一下各位，如果你平常如果图书馆借书，你大概会一般图书馆可以借几天？两个礼拜，有的好像有三个礼拜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你这两个礼拜都很认真看吗？哦，好棒，很诚实。那所以你会发现说。其实借两个礼拜回去，可是你可能也许只有一天，甚至半天在看，剩下的十几天是都是摆在，也许摆在你的书柜里，摆在你的床头，可能放在下面比较容易输入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书的流通率就相对比较低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说你的那个什么，那个书的流通率比较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就是，我常常热门的书我都借不到，常常要排队嘛，对，你可以预约，但是要预约很久啊。因为大家都在等，那么这个只能看六个小时，你可以先缓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这是线上看的，好、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边点进去，它一样会告诉你，这里放在气运，啊，这边不能念，事实上。这个书你是这样看就可以哈，那么它上面呢一样会有，就跟我们一般图书馆一样，这本书可能他要买了三个版权，啊，就买三本，就是大家流通率就比较高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也可以看得到，我就觉得你要看完，我可以看一半，我下次再看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流通率就比我们一般实体书的会再更高一点，好、啊，更高一点，好、啊，那所以你可以发现，像我们，你可以去思考看看说，你。刚读完这本书，你可以再延伸再想到什么？啊，再想到什么？那另外呢，像它里面呢又有提到什么？它作者里面而且还有其他的著作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他这个作者的写的方法是有兴趣的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看他里面提到的其他著作，甚至如果其他相关主题的书，还有什么报章杂志啊？比如说你看《黑幼龙》那卡内基是也是跟激励有关系的。对不对齁，然后潜能开发啊齁，但还有一些什么创业的都 OK， 所以你慢慢的会发现说，其实当你一本书一个题目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到很多，那么我们这利用心智什么呢，你可以把它像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把它整理起来，好，把它整理起来，这样的话相对的你的这个过程就会记录下来，好，记录下来，那你再以这个为纲要再来怎么样发展你的简报的部分，好，发展简报的部分。那我们往回头看一下，我
们往回头看一下。那么你大概了解了一个这样的方式之后，我们先来看看，在这里哈，把它全部展开。事实上，我现在是用免费版本啊，所以比较麻烦。你如果付费的，它可以直接做简报，像我们简报一样。所以我刚讲过，简报毕竟是 PowerPoint， 对。行业其实也许你会有什么 Excel 啊，或者 Word 啊，因为简报。我先问一下，请问简报适合字很多吗？那还适合，对不对？因为像这种屏幕上的字，你如果很多的，其实看起来就累。我想大部分都喜欢看字比较多，看什么多数字哈。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好，你可以先思考一下说，哎，如果我现在要把这个阅读的心得，那我要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什么方式？方式来表现。第一个，我想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像我刚刚看的所有的图文的编排，这种大概是简报最常见的方式。那你如果要做图文的编排，可能你要先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的照片要怎么处理？照片直接 copy 贴上，这样效果很差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你直接怎么样？直接只有因为像要拍下来，所以可能效果不是很好，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所谓的美工软体来做处理。那么另外呢，你可能要找一些比较好的图示哦，比较适合的图示。当然，微软里面有所谓的美工图库，对不对？但是美工图库，好像弄得太烂掉了。所以，然后再来就是像我刚讲的，你的母片版型的设计。好，你如果假设要用这种方式呈现的时候，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。再来，如果你要做动画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做动画，那么有几种动画的表现。第一个当然就像我们刚有看到很多的非常细的状况，我就说听说这个动画也是不建议这个做太多太细，因为其实一般你做太多的话，老实讲，你可能自己有时候要调整一个去方便，因为毕竟简报里面你要拉出去才看得到嘛，不然的话你的毕业就只有一般的。好，那么再来就是图表的状况。好，如果你需要用一些表格的方式，或者是所谓的图形的方式好来呈现，那再来你想到简报里面会有另外一个状况，就是时代跟时代之间，就是投影片跟投影片之间的一个什么切换的。好，那千万不要用的越用越高兴，做的越来越多。我一般来讲其实都会比较就是做这个，因为这个动画的话就是有需要再做啦，但是我没有需要的话，我会尽量把它减少。好，因为动画也要时间啦，对不对？请问如果你要做简报，可不可以用影片呢？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说同学，我们直接用录影的，就好像很多同学你们那个什么毕业典礼有没有？毕业那个毕业光碟啊，有些他想要用录影的。把同学的这个身影录下来，或者声音，好，或者那你就可以考虑说我要怎么去制作。那么请问简报里面可不可以加入影片跟 Flash？ 可以啊，简报里面也可以加入 Flash。 所以如果你会 Flash 的，事实上也可以把它放进来。再来，请问可不可以只有声音？也可以。所以简报的呈现方式非常多，那么声音的可能跟怎么样？怎么样去录音？怎么样去编辑？好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说文字的呈现方式也是一种。那你看到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啊、广告啊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它可能是片头就一个声音，就旁白，旁白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像下午的话，各位你们想要去做那个什么简报的呈现，简报呈现那可能就是看你的有点。他觉得，我用录音的方式，只要你的环境不要太嘈杂，应该录下来的应该都还好，都还好。OK， 这样各位大概了解了吧？好，所以我们透过一个心智图的一个使用你可以发现说，我可以去想到很多，可以想到很多。那么你透过现在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免费的简报范本。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太多孩子的时候，上网找找也不错。好，那你看我们这边这个网址，对，你们手上简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我再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
孙老师就讲说，要在图书馆的时候，我在想这个电脑的时候该怎么做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址。不过一般来讲哈，这种免费的简报，大部分还是国外比较多了，国内的比较少，因为国内的打包比较少。好，一般来讲，你大部分看到都是他跟就是付费的跟免费的，他可能会做 demo 练习用，好，那可能他会有一些付费，那这个的话呢是完全免费的哈，那你看他已经帮你做好分类了，在这边。包括了一般性质的、自然的、商业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财务的、旅游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找一找，比如说，我想要看这个。它这里面就这样子哈。那么它有告诉你，来，我们往下看一下，这里就有一个 download 来，它是在有跟你做说明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看哈，他这里有告诉你说，这个是一个，总共有一个 nature 的 background 跟三个 internal slide。好，那什么是 nature？ 就是你们知道的母片。哦，母片，母片的背景还有一个里面的，里面它有做好三页给你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点一下就下载下来了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以，如果你排列不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去怎么样去观摩去学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可以用当然是这样，那反正都不很大，在这边我就把它我先存掉。好，我回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？这边他就给你这些东西好，那你可以看看，我们把它档案类型先试出来，这里面就有那个简报。好，就那个简报，打开，里面是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它内页上这个来讲，我会比较喜欢就是头跟尾，中间这个我不真的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是可以改啊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其实像这种的，你就可以找到很多，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。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哈，像下面这个呢，它就是属于商业的网站。三大时钟免费的给你。刚刚其实我讲过，你如果觉得我就没有什么 idea， 没有关系，你就先来这边看一看哈。来，你看我们来这里。好，你看一下这里有 PowerPoint 的简报哈。简报范本，好，左手边呢，这里有一个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是 free 的，好 free 的。其实刚我只是其中几个网站给你看，但重点是你会找关键字，什么那个范本的关键字是什么？你刚才不看到见哪一个字是容易出现？这个不是 free， 哈哈，free 是没有错哈， free 你可以加进去关键字的搜寻。但是你要找的看到 template， 所以那个两个字我们需要的是后面这个好 free 的好多哈，真的。但是我问一下，请问你这个人有没有用过范本？范本，你们没用过范本吗？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过，我还是常用过。好，知道，其实也有范本，还有网页也有范本，所以你如果找这个 template。但是一般哦，大部分这个我们都会加 S 复数啊，好，都会加复数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要找的就是 PowerPoint 的，那你就加上 PowerPoint 的。那像刚才你讲的，不是算免费的，请你再加上 free。好，那我相信各位这个搜寻引擎应该是用到快烂掉了吧？好，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各位，一般我们找，我会找那个 Google 哈，用加起来好像比较。不容易找到我们要的哈、哦。好，你看，如果我找 template，那如果你要找 PowerPoint， 好，如果你要强调 free， 那你就把关键字通通打进去就好了。你看有没有找到很多？
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重点是你要会找关键字，那这样就可以。那当然关键字我相信各位这个多重关键字你应该都会用，对不对？好，多重关键字好，那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就找到好多好多，你看这有5000个免费的背景。所以如果你还在思考，有时候我就是美工人我不太会，那这个时候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寻找方式，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找到非常多，那找到非常多哈。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一个呢，你看这里，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哈，来你稍微看一下，它有付费跟免费，啊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超痛的，我们找这个好了，来你看，它如果是免费的，我看看。先进到可以的哈 ，OK。你滑过去的时候，他会给你看一下那个内容哈。那我们看这边，这样后面的朋友里面还看得到吗？还是我需要再放大一点？再大。好，原则上你看哈，它是三个 master 的，三个背光，就是三个母片，它呢不用钱。但是如果他有帮你做几个预设的内容，有没有？包括表格也帮你设计一下啊，图表帮你设计一下，这样要，这样要24块，当然这是美金了哈。所以你现在都会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的只是范本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现在把它抓下，我们做参考。所以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，这样就会比较容易跳脱出你每次都是使用微软那个右手边那个盘。好，这样到后来你会觉得有点，就是每次用都在几个啊。对不对？虽然如果你是正版的，假设你是正版，你可以到微软上面直接下载注册。不过我觉得呢，微软对这一块它比较不认真，啊，它比较不认真，它提供的这些范本，有段时间不错，有段二段时间不错，但是后来都是写不正，所以我们后来都很少去打入商量，就直接在国外打比较多。啊，所以我们透过这几个网站呢，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哦，有这样的东西啊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。有时候，因为你现在要做设计的时候，你没有太多 idea， 我们就是去学嘛，去临摹，去观察，去看，看人家好的，我们把它学起来。好，那如果有提供标准的答案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好，你可以再自己修改一下。那这个上面很多，我就那么我们免费的影像服务也是。好，如果你觉得我现在用到的那个图。你不是反应，你可以去找找哈，你可以去找找。那我现在找那个 icon 的图哈，我先跳到 icon 的这个。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哈，你看像这边，因为当你想要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，除了你的内容不一样之外，知道美工的呈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哎，也是一个很重要。如果不只是呈现方法都一样，但是。这个图没有做一些改变了，那就有点可惜了。那我把它找上面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等一下我们这个看完了，就可以到楼下电脑教室哈，可以给大家仔细上机看看。好，这里有很多，怎样？这些，这里好，比如说我要这个好了哈，这是可以的。好，把它点进来。OK， 那么它上面这里有download，那好，我们把它下载。对英文应该都 OK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这些，它虽然是英文网站嘛，但是常见的英文关键字都差不多啦。好，把它先储存起来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简报了，好来。这是图片的部分，来，那你看一下，我刚刚把它下载下来，它的档案通常没有很大，来，糟糕，它是哎呀，我们这里不能解开。我们刚讲的，你要不要找那种什么 QIF 啊，那种图，因为那个效果很差。你看哦，如果说你直接在这边，你找的。好，我按右键好了。假设你用这个，我把它复制，我们贴到简报里面来，贴上，这样。那各位，
剪报里面有一个工具，图片工具，对不对？图片工具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用过里面有一个工具叫做这个？有没有用过吗？对，请问这样好看吗？你有用过的话，你可以接受这样子，来，我做一次给你看。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品质吗？可以啊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你看一下好了哦。还不错哟。哦，没关系，好好。来来来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会有更不错的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请问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？我连记载进来了，有没有看到里面的网页是站队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你看看，我把这个先收起来，我拿另外的。好，你如果插入图片，你可以从这样，就是从图片从档案哈。那我直接用拖印的好了哈，我直接随便，这个我把它丢进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请问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大致一回事，但是重点是，你有没有觉得品质好很多？而且你注意一下哦，你看这里有没有阴影？有没有？它阴影是很漂亮的啊，你跟这个比起来，是马上不一样。所以你要会找一种图片格式叫做什么 ？PNG， 你要找这一种的 PNG。好，那它的这个英文呢，就是 Portable Network Version， 可吸式的网络服体，只针对在网络上用的。那么它的这个透明就会比较好看，好、哦、就会比较好看哦。所以你可以发现说，如果你是网不是找这种的，那效果真的就差很多哈、哦。你看一下，我们再丢一个来进来看看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这是画板，有没有发现它的阴影？阴影就是阴影，对，阴影就是像这样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说不一样哈、哦，所以。建议各位你尽量能够找这一种的，所以我们那个各位的手边的讲义上面主要都是提供那一种，好、啊、那一种的房子，事实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啦，我们只是告诉各位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所以你看到这边之后，应该可以发现，嗯，现在呢你要找东西是就比较容易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尽量在图片的部分。你处理好，那效果就好。那这里还有一些向量的图片，可能都会比较少用到，除非你有比如说用过像你拿飞的啦、拖鞋物啊，啊这样的比较有机会用到向量的，因为那个应该在短板，没有办法在那个开放里面直接使用。好，所以这个大概是给各位看一下啊，但是这个我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，现在很多人都上了云端，对不对？嗯，只有呢上云端。有，因为你用音量也是上云端的，只是你的云跟我们云不一样而已。来，这个照片的处理很重要。那这个呢，这个网站很好玩。其实这个功能哈、哦，事实上是我们在那个 Photoshop 的 CS5 的新功能。但是我想这个我先介绍给大家看，等一下这个网站看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到楼下实际上云端看看啊。看，不要掉下来就好了，好、哦，好，听进来。请问你平常在拍照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机会拍到就是不该拍的？那你想要拿掉怎么办？你要把它拿掉怎么办？好，叫它重拍，可是有点累啊。好，这个呢，三个步骤就解决了哈、哦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零零照片。点名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这样，哈哈，是的，不是哈、哦，所以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找我的好了啦哈、哦。我找我的比较不会不小心。好，假设这一张。我把它放上来更好了，不是这张，再放一下。
你各位看一下，请问这一张跟阿贝这几家，我可不可以请他走开一下？可以吧？可以没？我认真读一读给你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这里哈、哦，你点到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边不是有这个吗？怎么样？这不是有数字，这就是比较的大小。好，那我把它读。放一下，放大一点。好，往下看。好，再一次哈。OK， 好，那我把笔刷把它变大一点。把它变，稍微请把它涂一涂。好，所以你透过干扰，你可以发现说，哎，其实现在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，虽然 Photoshop 的系列组它有这个功能啊，但是你可以很轻松的，我们透过这个就把它处理好。因为其实你要做简报，老实说，各位。至少还是要有一两个影像处理软件你要会用，啊，那当然是拢云端的哦，而且不用付费嘛，不然要看一点点小广告哈。好了之后，这个叫 Intent， 再来做一下。不过它得有离开了吗？你看的吗？要看的啊，还是很干干的，简单的哈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其实在这种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图像的服务啊。当然，其实你还要花一点时间找。好，但是就是说，你会发现，现在慢慢的比较那种常态性的哈，比如比较一般性的或者某种特殊性的，它会把它特化之后变成一种服务，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。即使我没有软体，那这样的云端服务也是蛮不错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。